生随机金额，请阿姨吃大餐。一块钱，一块钱，请阿姨吃生日蛋糕。这个我得想个办法，用我的方法去解决。哎，老板娘，一块钱能卖给我吗？那个蛋糕，生日蛋糕。我也知道不行啊。那这样啊，一个小时我帮你这些蛋糕卖出500块钱。你看还是得犹豫是吧？如果卖不了，我给你500块钱，不要你的蛋糕，我直接给你500块钱，行吗？好吧，可以。来，我们玩的这个是啥？挑战四面包，50秒内吃完，不是一包啊，是一片，我就奖励300块钱给那个吃的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对呀，没问题，试一下吧。如果挑战不成功，买2袋啊，3、2、1，开车。哎呀，完了。我感觉我好紧张，300块钱没有了，我靠，还有一点点，你不加油，是吧？老板娘，生意来了啊！你成功了，我就给你300块钱。那我是应该成功呢，应该成功呢。哦，这样子，我先给你300，如果没成功的话还给我。那这个钱不可能还给你。好，那你来吧，我给你点时间。这么快？还快，才17秒，你还有35秒呢。300块钱真给你啊，你吃完啊，吃完，加油，加油。哎，我不干扰你，赶紧吃，要加油，给他鼓励。拿来吧你。应该成功呢，应该成功呢。3。这肯定行，我觉得肯定行。你很有自信。明显的发挥啊，来，3、2、1，走。然后掉地上了，你看。有自信，掉地上5秒之内都是干净的。要不要喝点这个？啊，等一下啊，好的，我来刺激你一下啊，5、4、3、2，又搞了50，等着下一个。你这个实力派，我感觉我有点紧张啊。有一点紧张，没事。不是我紧张。啊，你紧张。开始，我怎么这么莫名的紧张？一身冷汗。要不要挑战一下？我感觉你是实力派，你可以的。集中注意力啊，集中注意力，时间到了。哥哥来一下，来吧。试一下哥。3、2、1，走。哎呀，要给我信心，不是给他信心。是是是。这个形势一边倒啊。不下去了。恭喜你挑战失败，加油！耶、yeah! ！那我们就等你吞下去了啊！你这个10秒钟就吃完了，要不这样啊？你要不要喝点？10块钱，10块钱可以啊。我应该说100块钱的。喝了都吞不下去啊！老板，消费60，不用看了，你已经难以挣扎了。去买一个面包，好吧？接受事实了，来去吧。刚才说了几个啊？10几个吧。500-600块钱，你这个是给我准备的吧？啊，是的。是的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这个活动？还行吧。还什么还行吧？你看，你的蛋糕店门口从来没围过这么多人。你现在呢，一定要学会把生意变成事件化。搞个活动吧，如果你们还不知道自己的门店生意应该如何做活动的，把你的生意留在我的评论区，我来帮你看看。或者想让我去你店里的，把你的位置发过来，我玩的就是真实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